你小子敢闯鬼，你不干，你张丽就跟电线杆子似的，你怎么能闯鬼呢？没有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啊啊啊！把我放下来！闯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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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我放下来！闯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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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之前出轨的事都是天蝎勾引我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他纠缠了。你要相信我。哎呀，你也不找个殿下盖子撒泡尿好好照照你自己。你怎么能让我就跟你绝子盖子似的？谁能看上你还勾引你？呸！你不想离婚，好，那看在妙妙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但是你要把之前给那些女人的钱发的红包全都给我要回来。我。 打上出去的钱怎么要回来？不愿意，那就离婚。你也得把这钱一分不少的要回来，不然我送你归西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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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不行，这人太多了。爱卿。 要咱们换个人少的地方，或者我打电话也行。敢做就要敢当。上次我看你手机，我都给你记下来了。人我帮你约好了，每10分钟一个。至于那些转了钱没见过面的，打电话要回来。不是爱卿，我……就在那儿去吧。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只要你把钱要回来了，我就不跟你离婚了。我算过了，线上线下加起来差不多10多万，把这笔钱要回来，加上我爸妈的赔偿款，不仅能帮你还债，还能给妙妙换学区房。 嘿，大宝贝儿，好久不见！哎呀，什么好久不见呀？咱们不是前两天才……大宝贝儿，人家前两天看上一款包，你送给人家好不好？人家晚上给你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有个东西给你看一下。宗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这是我给你的转账记录，我送你的包、首饰，我给你打了一个8折，一共是68000，你把钱还我。我没听错吧？给人发了红包还想要回来，你这人 low 不low啊？小点声儿，我自己的钱我要回来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有病吧？一个老群货还学人家装阔，去你的吧！浪费老娘感情，滚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知道我谁吗？管你是谁呢？ 大家都看看，没钱还学人装阔，给人发了红包还舔着脸要回去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！呸！你信不信我封你号？哟，还封我号呢？你有那能耐还能找我要这点钱啊？我就是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怂货的怂样，还想跟我要钱？滚吧你！哇！你谁啊？挡我道干嘛？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，你这样我还挺害怕的。你说谁狗呢？听得懂人话呢？你他妈……哎，你干什么？人多欺负人少啊！啊，对，我是王传宗的老婆，你是他老婆怎么了？钱是他自愿给我的，你想要回去没门儿，钱我都花了。首先，我希望你知道。 今天我让王传宗来找你要钱，已经是给你留脸。他给你转的每一分钱，我都是不知情的。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他没有权利给你。
其次，我希望你一分不差的把钱给我转回来，不然我就报警，然后去你的公司、你的小区找你。我要让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明知道人家有老婆有孩子，还舔着脸让人家给你转钱转红包。那是他。你要怀疑我的执行力。既然今天我把你约到这儿，自然是掌握了你所有的信息。那边已经有人在录视频了。如果把我逼急了，把你拖出去扒光了，失踪也不是不可能。 毕竟我是因为老公出轨被逼急眼的女人，趁我现在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转钱吧。他控制得了，我可控制不了啊！转了，行了吗？你这个怂货！ 哎呀，宗哥，你上次答应给人家买的包呢，快给我呀！我也答应给你买包了。什么意思呀？你还真把自个儿当盆菜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手上那点特权，就你这样摔的，给老娘舔鞋都不配，你在这装什么装啊，臭屌丝！ 不是你什么东西啊！你浑身上下就眼珠子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这张脸放到整容间，你就是最失败的典型。我什么东西？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这种在我们那就属于一个备胎。啊，对呀，就是有那种蠢货，白给我们吃大餐。哎呦喂，叫声哥哥，又是红包又是包包首饰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 你想让他要钱是想看到这一幕才是真的吧？你说。这些小网红还了11.4万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150万。淼淼，妈妈一定会努力。 安静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舅舅啊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是你自己不放在心上。你说过吗？安静，你舅舅是干嘛的？我也不清楚。听说年轻的时候啊，犯过很严重的事儿，伤透了我外婆的心，我外婆就不让我们跟他来往了。我觉着你外婆发话了，那咱们也跟他保持距离。你猜我们要回来多少？不知道。 11万6，这么多？这些啊，只是一些散户。那两个大头，明天约。有钱在外面养女人，却不肯花钱救自己的孩子，不用传宗。你这个畜生！啊！所以你是在外面被讨债才害得我姐出的车祸，你还是人吗你？ 给我支持死敌的重伤，换回我与生俱来的光芒。看见爱情的模样，还看清梦想的方向。我是我披荆斩棘的臂膀。 不是我埋头痛苦的胸膛，当大雨淋湿了脸庞，他们说的脆弱，我叫他倔强。不是我披荆斩棘的臂膀，不是我埋头痛苦的。
想不用做自己。